看看新闻网。郭富城现身花花世界，黎明也终于迎来了又一春，对象被传也是位嫩模。虽然和黎明早已离婚，但乐基儿每每亮相都会被问及前夫的问题。一身红色连衣裙现身的乐基儿看起来朝气十足，虽然封口不提自己的感情生活，但被追问到传闻黎明与年轻女模特拍拖一事，倒是大方送上祝福。因为刚才记者都有问我，我能够开心，我希望他们两个都很开心 from my heart。好久没有。看来天王都爱找模特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要先恭喜了。